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 IG、FB 还有 Twitch。那我们今天要游玩的游戏是《仙剑奇侠传七》，那这是目前是方块游戏的平台下载的试玩版。那为了玩《仙剑七》呢，我又买了一个新电脑，花了快6万块。好，我们来吧，希望不会顿的哈。那我们一样选稳扎稳打。好险！这帮凶兽真是越来越猖狂了。巧玲，没受伤吧？嗯，凶兽跑得再快，也没有我的巧玲飞得快。好了啦，今天辛苦你喽，回去多喂你几颗灵果吃。穿过这片树林，就是平溪村了。昏明树门前，可以先去村里逛逛。哎，啊，这边上次有看过了，不过要再熟悉一下。玉林是 Y， 因为我现在没有拿摇杆。算了哈，第一天都烧显卡，没错啊，爽哦，哇，超爽。终于顺了。有什么东西？是妖怪？怎么回事？这里明明在防护法阵内。妖怪侵入村子，战斗战斗！所力敌人是空白键吗？哎，不是，忘记了。地势坤，地势坤是个鹿哦。气疗术，镜花水月。哦，那是附加。附在身体身上的，哦，三，平日温和的山野精怪，为何如此暴力？这是发光的果子，似乎蕴含很强的灵力，是某种灵果吗？从未见过这种果子，是从哪儿掉落下来的？光变亮了，总觉得好香啊！哎呀，我怎么迷迷糊糊地咬下去了？这果子来路不明，万一有毒怎么办？还好没咬破。这果子定非凡物，还是带回去，让爷爷鉴定一下吧。天师门设的结界一向可靠，但山野精怪却突然出现异常，看起来像是被魔化了。外面凶兽越发猖狂，
最近村子里又迁来不少避难的百姓，要是连这个村子都不安全就糟了。等下还是在结界内巡逻一下吧。好，他刚不是按 X 可以看到什么东西吗？哦，好有钱哦。哦哦哦，了解，这光锥的效果嘛。哎，萤幕会有那个水花，哎，那有看到吗？你看这样有水花，哦，蛮酷的。欸，画面真的很好，就是我不知道直播画面看起来有没有很好，但我目前看到的我自己电脑的画面非常的好。OK， 换锁定。OK， 往上。哎，可是这款游戏不能防御，对不对？气疗术。有火花。哎，内力会一直消耗，对不对？看那个落铁，落铁。我的大地图还有一些小道具哦，我的天哪！你一定要这样子搞我们吗？好，回村子。对啊，没有坐下。哎，干，又不是 RO， 来坐下。啊，这边不能走。哇，这个我觉得画面比《轩辕剑七》还要好。果然是资金的问题，果然还是有影响的。你看，但太猛了吧，这个画面。欸，那新电脑感觉轩辕剑七是不是再玩一次？哦，摩擦生热哦。欸，可是它都用水属性啊，摩擦生热。这边有萤火吗？欸，这边还有东西。止血草。村里似乎比平常热闹一些。对了。明天就是初一，是集市的日子，所以才这么热闹。正好有封彭大叔侄儿托我带回来的信，既然已经到了这里，干脆现在给彭大叔送过去吧。彭大叔，好，现在下载得到啊，因为这是方块游戏的试玩版，现在还可以下载。哎，村民没有语音，跟那个轩辕剑七一样，就是要靠过去才有对话，直接看就好了。哎，凶兽老不学，是吗？是什么？不理我。好，多绣几幅，给小张子买糖吃。虽然，哎，跟你讲，我回音器有女生哦，给大家听一下。虽然是闹乱，好歹有天师们护着，绣好的物件卖出去也能勉强糊口。啊，声音粗一点的。哎，监视们还能边天上冒光，动静挺大，应该是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哎，你看那些孩子，就知道玩，什么大事都不关心。多绣几幅，给小张子买糖吃。baby 的声音，你今天找到新的吗？当然啦，我可不会轻易放弃，今天我一定会赢的。嗯。我也不会轻易认输，来吧，看我的厉害！这个，大家看这个光，你看哦，你看从外面，从屋子外面进来，屋子外面进来，不是、啊、屋子里面出去啊，讲错。这个光，你看它是有那个，哦。你看它里面那个光，然后它脸会被照亮。适合和爷爷一起喝一杯茶呢。哦，我还以为是喝一杯酒呢。哦，玉林，哦哦哦哦哦，
哎、欸、哦，想起来了，我知道哦，玉玲哦，哦，韵儿哦，我想冰属性那一只吗？这个吗？可是怎么长不太像啊？韵儿，彭大叔似乎不在，嗯，向周围邻居打听一下吧。铃铛号是。哦，支线剧情啊！哦，哇，好麻烦哦！呵呵，我长大也要跟青书姐一样漂亮。多吃蔬菜。哎、欸。好讨厌蔬菜，不要变漂亮了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可以跳下去吗？可以吧？可以。嗨，你是谁？赛人生。来者何人？咦、欸，这个布袋好像是在高大娘进货用的。原来赛人生就是偷懒的小贼。你们偷偷潜进来是要意图扰乱村子吗？冤枉啊！我本来安安稳稳在燕鬼谷里自由生活，突然有一个同伴性情大变，莫名其妙攻击我们，我们只好躲到村里来了。性情大变的赛人生，难道是之前林中遇到的？但这也不是你偷藏的理由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一忍不住，这袋子里味道太好闻。闻着味才去的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嗯，啊，新的大姐姐，你长得这么漂亮，一定是心地善良的好大姐姐，你一定会原谅我的，对吗？这该如何是好？哎，好，饶了他了。好，这次姑且不与你计较，你将剩下的糖交于我，我就还给高大娘。好舍不得，我能不能再？嗯，跟你还不行吗？以后还是要这么香甜的东西吗？小人生心里苦，虽然不太情愿，但还是感谢你饶我一命。我这有几个鼠耳骨给你。好，我们找之前的我找这个小夫。姐姐，你是来找我的吗？是。爷爷在家等你吃饭呢，快跟姐姐回去吧。不行，我还没有拿到最厉害的茶，我想在斗百草大赛里拿到第一名。还有这样的比赛啊？这样吧，你在这里等姐姐片刻，姐姐去帮你找最厉害的草。真的吗？月姐姐好棒，那我在这边乖乖等你。这样是做白毒草用，斗百草用的。对了，燕归谷有种妖怪，或许派得上用场。万物皆有灵，人间遍布各类妖魔精怪，我很感兴趣。从小就立志为其著书立说。我离开家乡龙府，四处寻访游历，收集情报，这是为了研究这些妖怪。此地有种难缠的精怪，行为顽石，将其击败后变成一块长满青苔的石头，你能找来给我吗？哎，我应该找到了。哎，哦，没，好、哦。听说长白山啊，听说长白山深处有许多妖怪出没，我也该去那看看。哦，感觉一直帮他哦，天河死啊！哎呦，回来了！哇，还有任性啊！有了这个，我一定可以拿第一名。那以后别再一个人闷声跑出村啦、啊。嗯，这是我刚才外面捡到，亮晶晶，还挺漂亮的，就送给姐姐啦。谢谢姐姐帮我忙。我回去啦。天河死，你没有回去，你还在这里啊？回去了。好，终于，那回去找爷爷。我回来了。哎，怎么玩到现在？坏了吧，马上就可以吃饭了。这次真麻烦青叔了，帮我跟爷爷问好。王叔，你客气了。好，就这样。嗨，你是谁？你怎么在这里？
嗨，你在做什么？啊，新竹姐姐，你怎么上来的？这个跳上来的啊！没想到除了我之外，还有人可以排到这里。不难啊！嘘，小声点，我在和小安、小爷玩捉迷藏。这上面有点危险，下去找个地方躲起来吧。才不要，下去就被他们两个发现了。那我就告诉他们两个你在这里吧。不要。哎，那不是主线剧情啊，靠腰。你干，浪费我时间找你。你怎么整天不务正业？乔一乔，看一看呀，这不是青叔吗？好久没看到你了。雨婶，您最近好吗？都好，都好，一切都好。哦，对了，彭大叔去哪里了？哦，老彭啊，我估摸着应该是去进货了吧。青叔，你找他有什么事情吗？哦，他的侄儿托我捎来一封信，让我亲手转交。哎呦，那他一般可得去几个时辰呢？要不你先在村里逛逛，或者晚些时候再来找他。明天不是又开集市了吗？大伙儿都忙得不可开交呢。我这也是刚进了一批新货来。青叔，你有什么需要啊？婶婶我也可以给你便宜些啊。那多谢玉婶了。瞧一瞧，看一看呀。杂货店功能开启。不是本来就开启了吗？好，我们去下个地方。哎，真香啊。点菜。哦，是增加特殊能力的哦。哎，等等等，哎，哦，持续效果哦，我又吓我一跳。吃完之后持续效果30分钟。哦，哎，蛮不错的哎。不过我们等一下再用哦。嗯，哦，好像是这种功能哦。那天我看见凶兽了，光头就脏了。哦，对，你瞎说。你瞎说啊！听说凶兽在演播客附近出现，明明是一个。你可别瞎说。这养马的功夫啊，一到集市就体现。好香。这马能驮不少东西呢。要怎么走啊？我怎么过去呢？透析晕，哎，真的有点晕。方才又除了药，大概是有些累了吧。我绕地图绕得有点晕。一定是因为这个，才一时恍神。嗯？巧玲，你在担忧？放心，我没有吃的。你看，只是留下一个咬痕罢了。咬痕就让他昏厥了。好，哦，画面真的很漂亮。这画面真的不漂亮，你看那个云，那个雾，有没有？这个竹林，这个山，这个云，云会动吗？哎，云不会动，云会动就扯了。哇，那竹林那个光，哇，好猛哦，真的猛！救命啊！怎么回事？救命啊！有妖怪！先救人要紧。那不救他会怎样吗？来救一下！救命啊！有妖怪！好好好，救你救你！救命啊！哇，好大只哦！哎，欸，他那个村民是有血量的，欸。我
这招怎么用啊？二三。这样应该就能困住这条凶兽了吧？不好，恐怕凶兽很快就会摆岩石撞他，快走！凶兽很危险，别过去。哎，我控制他，修武。我怎么觉得这个人 有点像某个角色，突然想不起来。我减速了，躲不掉，算了。等一下，
怎么觉得有点难打？神木斩，我躲不掉啊！我觉得有点难打，看。哎，他在哪里？他干嘛？他干嘛？哦，哦。又减速了。哦，欸，对对对，有点像慕容紫英，有点像那个调调，躲不掉。快跑快跑，啊，为什么觉得其实野草好像吃不完？哟，想丢我啊？变身了，吸取身形本能，不能灵活转向。若能利用地势，必能错其锋锐，将之击败。地势啊！这个意思吗？我冲蛮快的。哎呦！靠呗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没有在一直冲的啦。哦，石头，这边还有一个。哦！我没躲掉，靠呗！还要按一哦，还有这种事哦。哦，还有 QQE， 快点来撞我啦！哦，来不及按。哦，用键盘按果然是不好按。哦，小心烫。点菜是这样子啊，哦。啊，我刚刚打输，重来，再打一次，这次应该可以打赢了。
Go go go！ 希望这次可以打赢。被扫了，哎！真的，干！啊，太远！打赢了，打赢听说过有人能击败他，到底是何方神圣？
多谢英雄相救。我明白了，是你救了我。什么？他身上的黑气似有蹊跷，我去看看。如任务，现有缘何在此？属下缉拿魁宇失手，经演播泉眼撤离魔界时，遭遇魔尊重楼阻击，坠落人间。春子姐已失落于演播。重楼现身演播泉眼，魔界已有所警觉了吗？哦，就这样子哦，这样就结束哦。那怎么会有人玩一个半小时？哦，我刚刚有提到重楼哎。哦，原来体验版是这样子哦，我还以为还很多哎。